想你的世界和你眼神都相同，当你心中的彩虹穿行在巅峰，而我就在你身边，心也随着你跳动，没几页，你签一下不就完了吗？嗯、你们项目一不很闲吗？让人事来和我沟通。嗯，好的呢。嗯、没事的，顾总，我没有生气呢。很贵的，我这件衣服呢不算太贵的。我说我的摆件。哦，长得挺好看，性格也差，可惜。哎，千玲。啊，魏总。入职手续办好了吗？啊。知道这次为什么叫你回来吗？嗯。实话实说啊，你在这批美术里确实画得不错。但画得好的人多了去了，你得证明别人没法代替你。叫你回来救场，救得了场呢，你才是英雄；救不了的话，新年活动27号开课，你还有不到3天的时间，在你之前做的那板上进行调整。明天我要看到初稿啊，要是不行，趁早跟我说，我还有时间换人。放心吧，魏总，我一定可以的。千玲啊，哎呀，要是觉得不行啊，也趁早跟我说，我还要帮你联系外包公司的呀。哎呀，画的丑点啊，其实不要紧，最重要的是不能影响项目的进度，这个是第一位的，也不要那么大压力啊。哎呀，毕竟你还是个学生嘛。毕业证还没拿到呢吗？嗯，没事儿，组长，要真画砸了，这不还有您在上面兜着吗？再说了，这次不是算咱们组的业绩吗？要毁灭，那肯定一起啊。哦，您说的对，我就是个学生，能担什么责任啊？大不了回去继续考研呗。那您呢？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失业了可怎么办？漂亮。
你谈恋爱了？没有啊。魏总，你能从我画的卡牌上看出来啊？我能看出来你根本没花心思，没动脑子。先前卡牌玩家要看的是什么？是这个人物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给大家带去的慰藉、惊喜，甚至是温暖。光好看有什么用？我再好好想想。如果你只是这种水平，叫你回来的决定是我们唐突了。他今天肯定吃惊了。哎呀呀，说不定最后啊还得我来救场呢。先前卡牌玩家要看的是什么？是这个人物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给大家带去的慰藉、惊喜，甚至是温暖。在。你们男生一般都喜欢怎么迎新年？欢度新年还分什么男生女生啊？好好说话。宅家。宅家除外，比如和女生一起出去之类的。你的意思是新年让我约你？你脑子能不能正常点？我要做调研。和女生没意思，还不如去喂流浪猫流浪狗。谢谢啊。别好了。你这黑眼圈是画的吗？大哥，你知道我有多少琐事要做吗？有多少部门要沟通吗？有多少业务要去对接吗？还得给你找剪刀手。要不是我优秀啊，这人就卧虎藏龙在我们公司。魏翰，抢意式的得力干将。对，手游事业部主美里的八件，当年公司流水最高的乙女游戏就在他手上。你挖了我，他姓蒋的肯定给你拼命。姓蒋的有什么好怕的？嘿，你这话我就不高兴了。姓蒋的可怕着。你知道九州游这款游戏吗？考我。这游戏跟国内三 A 一样，当年好像刚起个头就没动静了吧？魏翰当年发起的。
这么说，太热衷过三 A 啊？那怎么就流产了呢？无外乎就是大环境的原因，没人在意，没资金，没技术，很正常。那魏翰当年什么都经历了，他对国内三 A 的前景可能更加悲观。手游部的流水收益丰厚，狭路的前景还未知，用项目收益来说服他难。哎，要不画画大饼。工作这么多年了，他可不是什么傻白甜。那照你说他没戏了？你是傻白甜吗？我可不是傻白甜，我高富帅了。顾总，蒋总，有事儿啊？顾总买了辆新车，体验体验。九亿少男的梦，该不会是顾总您吧？游戏打得真不错。哎，对，你游戏打真好，太厉害了。顾总，有什么话直接说吧。顾群。叫我顾寻就好。对呀，你太见外了，叫什么顾总，自己人啊。顾总，不得不说啊，狭路确实是我从业以来见过最优秀的创意。东方世界观的东西我见多了，但是狭路从世界观到精神内核的展示已经是非常出类拔萃的了。我希望有朝一日能看到狭路的问世。但是你的合作伙伴一定不是我。魏翰，当年九州游的一张概念图能够出圈，在行业里小有名气，说明你是下了真功夫的。三 A 游戏能够打出圈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就这么放弃三 A， 你不觉得遗憾吗？太遗憾。能扒出我的老底，说明你做了不少功课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说实话，我看到狭路的时候我真的挺开心的，但事实就是国内的三 A 极其难做，你们即将遇到的困境我都遇到过了。现阶段有份创意不代表什么。我研究过你私下的个人作品，完全领先行业，说明你还没有完全放弃三 A， 不是吗？魏翰，你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提出来，我们都能满足你。这样吧，不如我们打个赌，赌下个月的立项能否成功。成功你就来。恋爱经纪人的立项为什么这么慢？江总，您的要求突然提前了一个月，很多细节大家确实没有办法考虑进去。是啊，我们美术组手头上工作都满了，都在准备新年卡片的上线，所以我不听你任何理由，现在必须提速，下个月必须过会。哎呀，我的坚持是必须要展现东方美学，弘扬中华文化，这是创作宗旨，不能改变。顾总，您说的可太对了，就是这个东方美学。在东方美学当中，东方元素是武侠最常用的表现方式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想加入一些超现实力量元素，将超现实和架构中现实的部分相结合，
能极大的提高游戏的可玩性和设定上的创新。说的太好了，可以把武侠改成新武侠，既可以体现东方元素的高级感，又可以避免传统武侠中规中矩的打斗，既有庙堂又有江湖。这一点我同意。一红，你说的可太对了，这样更能体现我们想要那种具有冲击力的打斗效果。哎，我们可以在新武侠上面做文章，然后把东方美学加进去，再加入我想要的超。午休时间到，姚亮君。对，我 OK。加一。我和校草要跟同事聚餐。哎，校草，你怎么这么早就上线了？不是等会儿公司要聚餐吗？对呀，我还没吃完午餐呢。被人割了。顾总呢？哦，他突然有急事儿。又放课？那谁请客？我请。啊。您是怎么做到被人割了，还能说出一股割了别人的嚣张劲儿啊？哼，他这人啊，从小就这样。你们从小就认识啊？嗯，住楼上楼下，以前晚上他妈怎么骂他的，在我们家厨房都能听清楚。那他从小到大有暗恋的女生吗？干嘛？关心我的感情生活呀？谁管你啊？只是看你那了不起的样子，想看看你有没有偷偷摸摸暗恋过别人。那我还真不知道，毕竟我比他大很多，心事他也不跟我讲。小麦，小麦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，不过确实也没见他跟哪个女生走得近，也从来没听他提到过哪个女生。哦，那还真挺死宅的，爱情都献给二次元老婆了吧？要不我先撤，给你们三个留下聊天室。哎，不过他最近倒经常提到一个女生。快说谁呀？对，谁呀？你呀。我。对啊，他说没见过在游戏里面一个人追着一堆人打的女生，你是第一个。哼，我谢谢你啊。哎，我屏幕怎么黑了？我走了啊。嗯，拜拜。哎，这只猫咪新家的呀？嗯，我想让我们的男主养一只宠物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可爱。对，公的母的？公的。嗯，哎，我怎么觉得这只猫的气质很像一个人啊？啊，像谁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啊，我是觉得他长得很像那种好看又有一点高傲的男生。嗯，哎，我走了啊。哦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好看又有一点高傲的男生。那不就是顾许吗？宝子还不回来吗？这都几点了？别提了，还剩不到三天，我得重画两个卡牌。上午朱美又撂话了，言外之意就是画不好就滚蛋。为了顾寻，也为了自己出口气，我只能内卷。哼，女人。顾寻他们部门在招人，等我搞定了这次新年特辑，我就朝他飞过去。
好可爱的小狗呀！叫什么名字呀？它叫鹏鹏。啊、哦，鹏鹏，今年多大了呀？4岁了。宝贝乖。你好，可以帮我个忙吗？啊，给你，谢谢。哇！哎呀！我怕狗怎么办？啊！谁来救救我？啊！我怕狗！我怕狗！再次寻找，再次心跳，再次遇到，想和你一起幻想，一起烦恼，一起拥抱，想成为你想起就傻傻笑的那个人，我的秘密。没事吧，没事吧，没事就好，刚吓死我了。嗯，大宝宝，啊，找妈妈去吧，快。刚刚真是谢谢你啊。我是担心狗受伤。你刚刚突然不怕狗了？是啊，好奇怪啊，怎么就突然不怕狗了呢？嗯。哦，哎，顾勋，我听说你们第九事业部在招人，嗯，其实我也挺喜欢三 A 游戏的，也特别羡慕和崇拜第九事业部。我在网上也有画过一些画，还有很多人喜欢呢。你对你的工作就这么没有忠诚度吗？啊？不是啊。嗯，那你晚上有空一起排练吗？没时间。你最近跟小毛还闹别扭呢？我跟他闹什么别扭啊？自从知道他有暗恋对象之后，你明显不爽啊。哎，你不是喜欢他吗？我会喜欢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女生吗？你这种怪胎谁知道呢？新年要到了。嗯。一般女生跨年都干点什么呀？我不知道啊。我又不是一般女生，我是漂亮女生。不是，你想见面就直接约嘛，你说这些干嘛呀？谁说我要约她了？那像你这样漂亮的女生都怎么过呀？你就直接问他要不要一块跨年，你整这么复杂干嘛呀？谁说我要约他跨年了？我调研不行吗？照你这速度，等你见到小麻花那天，你是老头，他是老太太，你俩就是夕阳红，老年恋，就都是这样。我认为吃你的饭吧。有些人的口是心非，反正谁难受谁自个儿知道啊。你好，请问现在可以外带吗？哎，这么巧，叫过来一块儿呗。哎，岳Qianling。哎，这里。前两天我们聚餐那会儿，小雨他迟到了，他一口没吃到，真的啊？嗯，那也太亏了吧。嗨。哎，咱一块儿吧。嗯，方便吗？哎，方便。那就赶紧吃吧，吃完还要回去加班呢。嗯。你们先吃啊，我接个电话去。哎。嗯。你们这么晚了还要加班啊？是不是很忙啊？嗯。这次谢谢你们啊，要不改天我请客。不用了。嗯，好尴尬。
要不我们加个微信吧，我找了一些武士的视频，我可以发给你啊。不用了，按时训练就好。噎死我了。嗯，好，找个理由走吧。我完蛋了，来不及了，我宿舍要关门了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先走了，我要被阿姨骂死，下次再请你们吃。这个人不是人格分裂吧？哎，人呢？被我吓跑了。这真有你的，我还想招点人来咱们部门呢。你说他啊？不行。哇！有双新半月。不是，你干嘛去？你先吃吧。和小蛮花的照片是同一个位置，我们在同一个城市。你在江城？顾寻，难道他是校草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不会真的是他吧？江城双星半月上热搜了呀。吓什么？我以为你跟我在一个城市啊。那不应该是惊吓，应该是惊喜啊。嗯，给你一个撤回的机会啊。你最近忙什么呢？工作。这样啊，我还以为你忙着约会。怎么可能？不跟你说了是暗恋吗？哎，你也一把年纪了，怎么透露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味道？去雨林挨打吗？我陪你。那就一会儿会儿。由于我们男主的霸总人设已经非常丰满了，过多的装束呢只会模糊玩家对他的印象，所以我想的是加一只可爱又高冷的猫，可以营造出一种特殊的反差。这又多画了只猫。准备发布吧。
要是觉得悬啊，现在去求蒋总，说不定还能换别人的备选上呢。悬吗？哎，我怎么记得好像有的人连备选也没选上？要你管！刚才蒋总都说可以了，就说明可以。嗯，只能这样了，不行就滚蛋。哎，你们这组长有够搞笑的，玩家满不满意不重要，就想着让你赶紧翻车。他现在呀，宁愿翻车背锅，也不想自己被打脸。不过你怎么会画一只猫啊？太不像你的风格了。嗯，你不觉得那只缅因猫特别像顾寻吗？就是对人爱搭不理的，但是呢又有一点高傲，还有一点那个啥。啥呀？可爱呀。那所以呢，现在风向怎么样？哎，我慌着呢，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失业了姐养你。大姐，你自己都没工作呢，好好挣钱吧。好吧，那我去挣钱啦，拜拜。要失业了。千灵啊，我只能尽力帮你跟老板说说好话了，早就和你说过不能眼高于顶，不行不要逞能。嗯，在吗？我完蛋了。事情好像不是组长说的那样吧？早让这个画师画不就好了？你们前两天是皮痒了，还是单纯想挨骂才出了那么个玩意儿？之前那个画师不要合作了，那个油腻风看到一次我就罢课一次。这个画师太懂了，这就是我本命啊！果真就是顾寻太棒。哦，顾总，我们讨论完了，您看一下。关于世界观方面，将您原有的设定做了完善，主要突出多时空时间的设定，东方幻想文明和上古异兽。不错。来，你看看。三天后的立宪会是我们第九事业部在 HC 互娱的第一次正式亮相。到时候在会议上，我还会着重提出我们的核心玩法，就是远程交互。来。对，远程交互这个概念以小博大，从技术、内容、交互设置、画面优化等各个方面凸显我们的高品质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好啊，这个操作从来没出现过。那当然，我们自己原创。我往下翻一下啊，好好学习啊。哎，什么完蛋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没事，我满血复活还升了级，要不今晚七点？不会打乱你周末的节奏吧？但是朋友最大，不许不来。我没空。哼，这可由不得你。周末不出去玩？明显没男朋友啊。上班时间别说没用了。你看这假正经的样子。吴勇都会一人傻乐了。想玩花知道吗？我们设计了四种不同风格的男主，把年龄段做得更广一些，
除了都市女性，部分角色的年龄和人设也更适合在校学生。策划这边，我们想给玩家呈现不一样的恋爱体验，打造一个都市背景，通过不一样的时空和不一样的他，各种相遇，各种羁绊的多元化的恋爱概念。还是不够。刘倩玲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觉得女性玩家会更偏向于互动感一些，毕竟市面上的恋爱游戏这么多，还是希望能和自己的男神有多一些的互动。所以还得回到策划这边，苏正，你必须给一个亮眼的点。所有人把这个方案再给优化一遍，先出去干活。好。老大，这个月上会会不会有点太着急了？其实下个月上会的话会更从容一些。我的决定要你管。哦，老大做的决定一定有道理。你别忘了今天晚上9点的舞狮训练呢，说不定呢可以一举拿下顾寻。知道了。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，我才用了几次啊。顾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打扫电梯。啊，完了完了，顾寻他对这个味道过敏，回去就换。啊，时间过得可真快啊，马上又要一起训练了呢。那个，赶上周五一起训练，不会打乱你的安排吧？会。那晚上见哦。真冷。哎。哇，这个新地图好带感。先打一盘再去补食。不要命了？你暗恋那个人知道你在游戏里这么虎吗？还不如虎点呢，听你的药妆女人味，结果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首先，为什么要用妆这个字？难道你也觉得自己不是女人？闭嘴吧你。我一会儿就要见到他了，但是我感觉他根本就不想见我。你们要干嘛呀？在学校里能干嘛？哎，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告诉我见面了要怎么做。见了面就装温柔啊，把温柔演绎到极致。比如呢？比如你看过偶像剧吗？男主一般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啊？我这种。那就按照你的反面来，用你的柔弱激起男神的保护欲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我再相信你一次啊。盛开无数的想念。
相遇的瞬间又是熟悉的感觉，记得我吗？在某一天擦肩而过，然后开始想念，想一个人一天，惊讶于我的改变，多复杂的考验，简单聊聊天，在你的左边心温暖一点，你靠近我的身边，洒下光点，盛开无数的想念，我心跳热烈，开始无法控制想你的一切，你就在我的身边，梦的起点，你早已出现，每一天我的梦为你实现。但是想念加倍出现，想你了解我的灵感冒险，相拥人海里面，心跳很快的蔓延，心在不停沦陷，用我的直觉，不管多遥远，你是我世界，你靠近我的身边，洒下光点，盛开无数的想念，我心跳热烈，开始无法控制想你的一切，你就在我的身边，梦的起点，你早已出现，每一天我的梦为你实现，每一天我的梦为你实现。